好，我们的小伙伴群非常的荣幸和湾区最美丽的女主持人刘亚楠一块儿为大家主持。谢谢，谢谢何大哥。 求你若降，卖足求荣气息。
人人世世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Ha ha ha.